一个叫白色喜剧。有人说时间会给我的，它是独一无二真实的见证者，在不经心的演化里永恒进行，就像是地球的自转轮，让时间出现时差和时区。相隔15度的时区间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和故乡。东巴时区的北京下着雪，东伊时区的巴黎升起青烟，而属于我的白色时区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旅程。好吗？你忘了我吧。
的好。